我就没丧脸，我长这样了，丧什么？对了吧，我跟爷爷说了，你爷爷心理素质差，他说他承受不了。你要相信爷爷啊，他又不是小孩，他还能控制不住自己啊？你控制一下，不会控制。控制得住吗？控制不了啊，那是我儿子。我跟您说，他万一挺不过来，是不是他也不是说这一两天？我们明天会诊，看有没有必要用二型药。这种病到最后很痛苦的，再体面的人，到后来都是没有尊严的。我想他就是不想让你看到他那个样子吧。可是他最后那个时候，我想陪着他呀。你为什么要跟人家小敏提出离婚？不是，你是想感动谁呀？我为什么每次都要听你的呢？你说追我就追我，说离婚就离婚啊？不过还好有你在，要不然我怕佳佳还真的可能就撑不住了。我跟他我爸，他吃东西也吃不下去，我心里真的好难。是能解决你现在生病的问题呀、啊，还是能解决你和小敏将来的问题呀、啊？我心里好难。我早上起来，我跟他我爸，他吃东西也吃不下去，然后还想要。他只要喝水，喝一口他都得去吐。我就特别想哭，然后我又不能当着我爸的面哭，我就坐上车，我就特别想来这儿，我想要来到长城上，我想要大声的哭出来。我心里真的好难受。佳佳，你现在待在那儿，你别动，我马上来找你，你知道吗？你千万别动啊！我先去跟他说两句。夏梅阿姨，我知道我爸跟你说离婚的事儿。我一想到这件事儿，我觉得他成了。要切除病侧的肾脏，清扫周围的淋巴结，也可能会出现不能切除的概率。虽然这种概率不是很大，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嗯，小敏，嗯，我还是有点怕。不怕，我们都在，都会陪。